脚掌空，冲冲冲我当前锋，虽然不见这道墙，杀气更汹涌。会接到的，快起来助威呀！红枫接到球了，快起来呀，打起精神来呀！一定要接住，接住，接住！要十两这么贵，算了，还是不看了。红枫那个小子进得我真传，应该不会有问题吧？哎，那小子总是让人放心不下，看看也好。哎，这位大哥，想进去看看不？我这里有两张内部的票，八两银子一张，要不要啊？这票是真的吗？绝对是真的，如果有假，我赔你十倍银子。这样吧，球赛都开始有一会儿了，五两银子一张，我跟你要一张。哎，大哥，你别跟我开玩笑了，刚才那边有人出到七两银子一张，我也不卖。你想想，这可是国家队对我们本地最强的丰乐楼啊，这样的机会可是千载难逢的哦。怎么样，八两银子要不要啊？哪有人会出那么高的价呀？你当我是傻瓜呀？啊，那就是那边那个大叔啊！你别以为我骗你啊！这该死的票贩子都跑哪儿去了？算了，贵一点就贵一点吧。怎么不就是黄如意那几个家伙？你怎么紧张成这个样子了？哪会的，我是想看看我那小子有没有给我丢脸。我相信你，我相信你。哎呀，没法看下去了，根本就不是一个档次。这次丰乐楼输定了。就是，我还以为那个叫红枫的小子能接住球呢，结果还是不行。其他的根本连球也碰不到，还看什么看？再看也没有意思。快点过来，我们要两张。啊？哦。对。一两银子一张，一张票我会亏本的。我不管，快点把票拿来。是这样的，要运气，要运气！我的铜墙铁壁不是这样的。哎呀，都说几遍了，不是要硬挺，要运气，运气懂吗？记清楚了，我再说一遍，我这招铜墙铁壁并不是简单的硬挺，那只是皮毛。想要练成真正的铜墙铁壁，必须要运气。
有七经八脉，内有真气流动，把全身的真气运到胸前，凝而不散，并且通过真气的旋转消除外来的劲道，然后把球传出去。只要勤加苦练，不但能接球，还可以把球以任意角度、任意力道回传出去。这就是铜墙铁壁的最高境界。一气御球。哎，嘿嘿呀！呀！这里竟然可以看到球台上消失匿迹已久的绝招昆仑三角，想不到，实在想不到，确实让人感到意外，而且这绝招竟由这少年使出，看来是有传人了。这场球可是越来越好看了。看样子这小子这招好像很厉害，这场球难道有机会打赢？不会吧。我说卓大哥，我们真的非得逃跑不可吗？你以为我真的那么想逃吗？但是打输了可是要杀头的，说不定咱们丰乐楼能打赢。别想了，你没见识过他们的训练，我敢说我们绝对没有机会打赢的。可是你听听外面的欢呼声，好像我们在赢球啊。有欢呼就是我们赢球吗？你也太傻太天真了吧。没错，别想那么多了，拿好东西赶快走人吧。可是你们听听，是玉儿的欢呼声啊。我们赢了，比赛结束，红乐楼胜利。王爷有令，传双方球员厢房觐见。红方向流云上前。红方向流云在本次义赛中表现出色，王爷特此赏给每人黄金千两。还不快谢王爷！谢大总管，不是，谢王爷，谢王爷。苏学士，这次输得可心服？确实无话可说，微臣心服口服。那本王可就要将你和黄球头等一干人等执行杀头之法了。
请听小明斗胆一言，皇家队各位前辈在比赛中已尽展所长，比赛之事偶有胜负，但最不至于杀头，请王爷开恩呐。没错没错，请大总管王爷开恩。谢谢两位好意，但君子一诺千金，输了便是输了，小人认罚。小人等甘愿受罚。好，行刑结束。苏学士今晚可要和本王对饮三大杯啊。小臣领命。原来所谓的杀头只是拿笔在脖子上画一条红线呢。我说这大总管也太爱玩了吧，竟然比我还能胡闹，吓死我了。哇，这么多的金子，咱们以后可以天天吃红烧肉了，我不是做梦吧。向流云、红枫，想不到你二人不但球技出众，还有一副侠义心肠，确实难得。你们还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出来，本王一定满足你们。王爷，小民听闻王爷欲娶金员外的千金金宝贝为妻，但金小姐并不愿意，王爷此举恐怕会被人以为强抢民女，小民斗胆请王爷解除与金小姐的婚约，请王爷恩准。大总管啊，不对，是王爷，人家金小姐亲口跟我说的，她确实不想嫁，望大总管王爷请您恩准解除婚约。